嚟嚟緊嘅表演單都係小肥豬啊，係啊。咁佢哋啲歌係阿琴噶。我第一首歌就是星期一都星期三星期三都玩過的，就叫什麼名字？頭氣王。頭氣王頭氣王的話記得說什麼的？說誰的？說什麼話？那個什麼分話他很喜歡，明明不關他事又走出來又不知道怎樣，宣傳單都沒有笑的，我經常看到夥伴夥伴是一顆長頭草，仗義每多逃狗背，讀書人在立法會，立法會。哇！小弟，頭氣前著黑衫，提供完萬號板，憑著拳做一打，鞋吹黃到雪花，老鞋最充滿，平凡無畏抗爭，偉論無限令人，人氣黃到雪花，人見人説公正，人為權力護膝，其實命令戰爭，啦啦啦啦啦。送给一些政治中立的香港人的中立的大多数，中立的大多数，中立政治的大多数。Thank you.
我唔係彈吉他嘅，平時今日逼住彈吉他。咁 last 一首歌咧，平時我哋好少出 show 玩嘅，因為唔係正式一首歌劇。咁咧成日話咧五推公投咧未嘥咗億半嘅，咁但係其實香港咧立法會咧成日啲嘥錢咧就唔知斷幾多億計去嘥。咁你都例如高鐵啦，例如東亞奧運啦，啲數係唔清楚嘅。咁即係。不知點計啊！啲價值觀咁，所以嚟緊嘅歌咧，容許我哋另轉面。我想向住立法會嚟唱呢首呢首歌咧，個名字就叫做《六六九》。你識唱？你冇得分。定是你叫他的老母快点还钱啊，你要讲清楚啊。皇上是不是到你唱啊？我昨晚唱了呢。马草黎呢？皇上马草黎呢？万恶人为首啊。这个时候又是找马草黎的时候。